落手收脚，然后起，看沿着立圆的路线，哎，大小三节结合落，再跟着跳，好的，走，立圆，落，斜上，一节节传导推出。看，在立圆的轨迹上，小三节转弯落下来，旁提给出去。好，转过来再复习一下：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大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这部分的动作再来一次啊！准备，落下来，起，注意手臂，看走了个斜线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儿呢，走了个弧线，出去，注意角度，手是往这儿吗？亲爱的们，斜前啊！再来一次，走，上去，落。给出去，好，动作跟上的同学扣一。